兄弟们，你们看一下，在巴基斯坦牛肉到底要多少钱一公斤啊？So this is $700. Yes. Moving for 1 kilo. This 1 kilo. Yes. $700. Yes. $700. Yes. All of it same price. Yes. Same price. Okay. This good price. Very good price. All market same price. 相当于9块钱人民币一斤了，真的是有点便宜啊。很便宜。大概我记得我们在内地的价格。在内地的价格差不多要到40块钱一斤啊，40多一斤啊牛肉，然后这边牛腱子和肋骨还有大排，所以价格都一样，只要9块钱人民币，真的是有点太便宜了。你们可以大概想一下，可以大概猜一下了，巴基斯坦人均工资是多少？